大哥，这个好像车身是胡桃木型的车身哦。因为我是记得那个，如果你出现在阿里山那个东山铁路那边的话哦，是真的有另外一个那什么那个快木列车啊。只不过它就不是像那阿里山号或者是中心号哦，它是自走型客车，就会不一样啊。它今天活动的时候有人定位的时候它才有。